第十一题啊，第十一题的话呢，哎，我们看这个词根啊，这个词它它是表明一种身体的意思。你比如你像这个啊，这个单词肉体的啊，像 corpse 啊，军队啊，团体啊，像这个呢，哎，多了一个 e 啊，多了一个 e，就表明是尸体啊，所以这个大家放在一起记啊，要一定要区分。 我们来看第十二个词根啊，c r e d，啊，我这么来展示呢，其实大家就啊很很明显了。上边呢是可信的、不可信的啊，in 这儿 in 取反，下边呢同样也是 in 取反，它就变成了易上当受骗的、不易上当受骗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它的区别体现在哪在儿？体现在后缀这儿啊，体现在后缀这儿。 啊，后缀啊，我给大家把这个画清楚。啊，你像这个 i b l e 啊，它是表明是可啊，所以可信不可信。你像这个 u l o o u s 呢，它是表明容易什么什么的，所以就是容易相信，容不容易相信。所以说呢，底下这个演变之后就是，哎，易上当受骗，不容易上当受骗，就变成一种轻信啊。所以说这个。 四个词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！你像这个前缀是不是我刚才也讲过了？ac 表明 to 啊，表明 to，所以说是哎让谁谁谁有信誉，就是一种授权啊，授信。啊，像这个词呢，它比较特殊啊 c r e t e 是一种信条、信念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呢来看这样一道啊填空的这个例题，给大家一些时间，大家先自己思考一下。 这道题呢，啊，其实呢，第一个空我们先来做。它的提示很明显啊，就是伪科学和庸医啊，quack 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在六选二当中呢曾经出现过作为正确答案。而这个词呢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么一个词根啊，pseudo 就是假的啊，假假的科学，那么就是伪科学嘛。所以说呢，既然是庸医和伪科学，它还能这么流行，说明过去的人们是非常容易。 哎，容易上当受骗是非常弱智的，所以说你像这个啊，很警觉的，头脑很复杂的，很理性的，我们都不能选，我们保留四 D 和 E 啊，很幼稚，很容易上当受骗。第二个空啊是难点，第二空呢，它有这么一个词啊 g a l l b i l i t y 它是 E 选项的同义词啊，它是 E 选项的同义词，就是哎，现在的人们。 仍然那么容易上当受骗，反而衬托了过去啊！这是不是有一个时间对比啊？今天对于昨天啊，今天人们的轻信，反而衬托了过去是一种，哎，具有怀疑精神的啊！比如说过去人们可能只信个啊庸医啊假的减肥广告，可能现在人们呢可能要是一上当受骗，可能就这个短信诈骗、电话诈骗，这个一辈子的财产就被。 骗走了，所以说呢，反而体现过去只信这个减肥广告的这些人呢，反而是有怀疑精神的啊。所以这道题它是讲的这么一个情境，它也是不是也是一种程度上的取反啊？就是轻信和更轻信啊，更轻信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十三个词根啊，c r u c 啊，它是表明一种穿过、跨过啊，cross 这个意思。比如你像啊，crucial 就是。 所有的都从这个点经过，它是不是一种是表明一种本质的含义啊？哎，比如说我画这么一个十字，啊，所有的都得从中间这一点经过，它是不是一表明一种最核心、最中心的意思呀？ 你像这个词呢，crusade 啊，它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含义，就是十字军的东征啊。可能理科的同学对这个不是很理解，你可以自己啊 wiki 一下啊，你看看 Wikipedia 是怎么解释这个 crusade 啊。第三个词呢，哎，它是也是从 cross 演变过来的，它就是一种巡游啊，游弋啊，巡游。啊，我们我们来看这个词啊，我啊，我们来看这样一道填空的经典的例题。 我在上一讲当中呢，啊，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像这样是我们现在啊新 GRE 考试的一种形式。像刚才呢我我讲的这种双控题五个选项，这是老 G 的一种考察的形式。它形式呢只是表面啊，但是它考察的基本的你对单词逻辑长难句的理解啊，你的阅读的逻辑能力是不变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为了保证咱们讲解的效果，我能。 老 G 的填空题我并没有进行改编，我只我把原题啊拿上来给大家讲。啊，这道例题的话呢，啊，第一个空啊，其实啊很好做 c d e to 啊，投降让步，所以说呢，第一个空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选出来了？哎，它一个方向一个感觉啊，就是消失了。很多同学读这句话读的非常的。 拗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找到它的，哎，同意重复啊，同一重复。它这道题的同意重复呢，我给大家带大家找一下啊，American，啊，serious American art，对应的是猫花后边的 high art artists，就是一种高雅严肃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。而这个啊，objects from everyday life。 啊，日常生活的物品，哎，是不是对应的是这儿啊？啊，广告，啊，包装的设计，你像是广告跟包装的设计，它是不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用品啊？所以说，你看后边这个啊，漫画后边说，高雅的艺术让步于了广告，让步于了包装的设计，因此第一个空我们选 missing from 啊，就是。 哎，日常生活的用品在严肃的美国艺术当中消失了啊，所以第一个空大家就理解了啊。第二个空呢，是不是啊也理解了呀？你像啊，都这个广告、日常的包装啊，我们直接对过去，是不是就是一种哎很平常啊，commonplace，commonplace 啊。Common place, common place, 啊 所以这道题呢是选 A 和 E，它的难点就是在你要把这同义重复找出来。我们来看第十四题啊，第十四个词根，第十个词根，第十四个词根呢，你像啊这四个啊，大家放在一起记，都是表明一种哎跑，有一种跑的动作啊。你像这个词啊，大家呢通常记就是课程啊，但是它的本意呢实际上是过程。 啊，是一种过程。哎，就是说从头到尾啊，它有这么一个感觉。你像这个词 “cursory” 啊，漫无目的的啊，漫无目的的。你像这个呢，哎，前缀 “in” 啊，入，所以就是哎，入侵。precursor 啊，pre 是先前的，所以它是一种先驱、前辈的意思。哎，concur 呢，这个 c o n 是不是我刚才讲过了？ 前缀是共同的意思啊，所以说呢，就是，啊一这个，啊同意同共共同啊共同发生。re 呢是表明一种回复啊，就是表明一种回去的一种动作，所以 recur 呢就是，哎再一次的发生啊再一次的发生。我们来看这样一道例题啊，给大家一些时间，大家先自己思考一下。 这道题的话呢，这道题啊，我们它的突破点呢实际上是第二个空啊，第二个空。这道题它有一个时间的对比，present day 和这个啊，一七七六年，一七七六年和现在，所以一七七六年是现在的什么？所以你像这个 outgrowth。 啊，肯定不能选啊，这个肯定也不能选啊。像这个呢，遗址遗迹啊，肯定也不能选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保留了啊 C 选项，就是哎，亚当斯密是现在经济学家的一种先驱和前辈啊，先驱和前辈。其实 B 选项的话呢，我光看第二个空，我并没有很。 很强烈的理由把它排除掉，所以我们看，哎，我们看第一个空啊，第一个空，你像啊，第一个空它的提示呢是 still worth purs p u r s i n g 啊 p e r s u 呢，这个大家一定跟这个单词要区分啊，pursue 这是一种啊继续去做，而 p e r u s e 呢，它是一种。 深入的钻研啊，所以大家这个啊换了个字母顺序，大家一定不能不能弄混啊。目前呢仍然值得深入读，哎去被欣赏，所以说肯定我们这个空格应该填一个正向的词啊。所以 D 选项，所以 C 选项大家看一下啊，relevance 这个词呢它有两个含义啊，相关的和重要的，但是在 GRE 当中呢经常考的呢是。 重要的这个含义啊，相关的话呢，可能日常用语考的比较多。所以说呢，C 选项其实我们就可以确认了啊，可以确认了，就是说，哎，仍然去，哎，这个欣赏它的一种重要性啊，包括你像后边这个提示啊，sound contributions，这里不是作为声音去讲，而是作为一种铿锵有力有就是那种 persuasive 啊，有这么一种含义在里边，就是一个 sound。 所以，sound 这个词你要对到空格里，其实也可以选出这个啊，relevance。所以说呢，这里这这道题它的情境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目前我们认为这个亚当·斯密很重要，而不仅仅是把它，哎，把它作为一种啊一种先驱。比如说，你像第二空，它的情境呢，有点就比如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 啊，就是表明可能亚当斯密已经过时了，只是为我们啊后人呢做了一个铺路石。但是作者并不这样认为，作者认为呢，他目前仍然很重要啊，仍然很重要。而 B 选项呢，它的这个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在第二个空啊，第二个空呢，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并没有说像这个 precursors 有这么一种时间上的对比啊。 像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境，比如站在巨人肩膀上啊，啊，比如说被被人啊被人超越这种感觉啊，作者认为我们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啊，所以我们来看啊，接下来看第十五个词根啊，dict，啊，dict 表明，哎，说啊，say 这个 say 这个意思，比如你像啊这个词啊，contradict。Cont 啊，它的这个前缀就这个 c o n t r a l 呢，表明反啊，contradict 就是反驳啊，像 dictator 啊，dictator 独裁者，就我说了算，它的是不是从我说了算，就是从说，也是从说这儿演变过来的呀？啊，你像这个 interdict 啊，中间，所以说呢，在中间一说说一下，它就是一种啊禁止的这个意思啊，你像。 这个 mal e diction 呢，它的前缀是 mal 啊，mal 呢表明是一种，哎，恶意啊，有坏想法的意思。所以 mal e diction 就是说说你坏话，就是诽谤啊。你像这个词啊，vail 这个前缀呢，表明是啊再见，所以 v a l l diction 呢是表明一种告别的一种演讲演说啊，告别演说。而 verdict，它的这个前缀啊，ver ver。 就是表明一种啊裁裁决啊裁决的意思。我们来看这一道填空例题，给大家一些时间，大家自己先思考一下。好啊，这道题的话呢，它的切入呢实际上是这个词啊，confusing 啊是一种令人困惑的，所以表明呢前后它是有一种矛盾的啊，前后矛盾，前后打脸的这么一种感觉。 所以说，我们就分别把 A、B、C、D、E 这五个选项，我们带到题目当中，我们看哪儿表达出了一种啊相反的这样一种含义。你像 A、B、C 啊，我们都不能选，为什么呢？它呃 pay attention to 啊，它对于结构的关注，对于结构的一种推测，对于结构的一种拙劣的模仿，都表明它有结构。 但是的话呢，后边又说，哎，它最大的一种职业，最大的一种特点，啊，都是一种，哎，都是它什么什么样的一种结构，所以说表明它还是有结构啊，所以前后呢都是说它有结构，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种 confusing，而这个啊 C 和 D 呢，我们为什么不能选呢？ 它最明显的不一致，它最明显的自相矛盾，是它啊这样一种严格的一种结构。但是呢，前面又说它，哎，拙劣的模仿，一种违反的一种结构啊。其实 C 和 D 呢，它我们不选它，是因为这两个词啊，disparity 和 contradiction 啊，都都都是有一种不一致、一种矛盾的这么一种感觉。 但是你这后边呢，严格的啊城市化的这样一种框架，并没有体现出 disparity 和 contradiction，所以说呢，这两个单词我们对到空格里其实也不能选啊，所以说这道题呢，我们最后选的是 E 啊，大家啊感受一下它的逻辑，就是说被，因为它缺少结构而被批评，但是之前的评论者又认为。 它最大的缺点是它这个结构怎么怎么样啊？很严格，很刻板化。就是之前说它有结构，而且这结构太严格了，所以你这是缺点。后来的人又说它，哎，缺少结构啊，所以说呢，令我们 confused。我们来看第十六个词根，啊，十六个词根呢，d o n 啊，表明 give 啊，它是表明 give 这个含义。你像。 啊，这个前缀啊，condone，啊，表明是一种加强的一种含义，所以 condone 呢是宽恕、饶恕啊。这里呢，它这个词义有一个演变啊，演化，你从字面上是推断不出来的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。啊，这个词呢比较复杂啊，它这个是这几个搭配的。 啊，你像 a n 呢？这个前缀它表明的是一种，哎，表明不啊。而 e c 呢，表明是向外啊，向外。你像大家跟跟这个词是比较像的啊。e x 表明一种向外，所以说不向外去给予，不向外去说，是不是就是一种奇闻异事啊？那奇闻异事是，哎，只要啊。 不是后人去说，不是本人去说，别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是奇闻异事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来看这一道填空题，给大家一些时间，大家先自己思考一下。啊，这道题的话呢，它的啊提示就是这个啊，even though 表明一种让步取反的一种感觉。尽管他哎最初的这个生气怎么怎么样，他继续。 啊，去怎么样？这个粗心的工人啊，把这个工人呢，把这个机器破坏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从 initial anger，其实我们其实能先对出第二个空。他继续怎么怎么样？他最开始他很生气，所以他要继续去哎批评这个工人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保留 A 啊，保留 C，保留 E 啊。你像碰这个批评批评。 折磨啊，都是有这么一种啊生气的这么一种感觉。所以说，e e v n though 取反之后呢，这个第一个空我们应该啊选什么呢？是不是应该选这个跟这个啊 initial anger，initial anger 取相反的这么一个含义啊？哎，所以说呢，哎，最后我们选的是 C 啊，就是虽然他最初的这样的一种生气减弱了，但是他仍然继续去。 斥责这个工人，啊，你像 A 啊 A，它这个我们不能选，A 是爆炸的意思，E 呢也不能选啊，扩大这个声气扩大了，你这 even though 体现在哪儿呢？啊，所以 A 和 E 我们都排除了。我们来看第十七个这个词啊，这个词根 D U 表明是啊两个的意思啊，大家一定记住这两个 duel 啊，双重性，双重的。 你像那个啊，陈奕迅他办过一个演唱会，啊，这个演唱会是叫就是堕啊演唱会，但是他把这个 A L 变成了这个 O 啊，其实是一回事儿，就表明他的一种双重人格的意思。而你像这个词啊，duplicate，哎，是不是一种复制的意思啊？复制粘贴的意思啊？是、就、不是一份儿变成两份儿啊？就是复制粘贴的意思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样一道啊填空的例题。 给大家一些时间，大家先自己思考一下。这道题的话呢，它的提示就是啊，because 啊，表明前后呢要取同。because 之后啊，这个 will be exposed 啊，他们将会暴露，啊，是一种提示。我们对到第一个空格里。啊，我们呢，先来啊，从 A、B、C、D 我们来看啊，hypothetical 假设的我们不能选。 啊，B 我们保留它欺，欺诈欺骗 v e r y f i a b l e 啊可证实的，这个我们也不能选，因为它不是涉及到暴露啊。它 radical 呢可以保留啊，它很激进啊，很激进。这个 E 选项呢，它是挥霍浪费，啊这个也可以保留。我们来看第二个空啊，其他的科学家不能怎么样啊，它的这个。 发现，像 B 选项呢，不能够复制他的发现，所以说呢，它说明他之前那是假的啊，因为你其他人照着你的这个成果去做是做不出来的，啊，所以 B 选项它的逻辑是通的啊，就是说科学家不能去欺骗，因为当其他人不能够复制你的结果的时候，你的欺骗就将被暴露了。那么四 D 选项啊。 其他科学家不能和你的这个发现去竞争，所以说你就要避免去激进啊，前后呢逻辑是不通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去选。而 E 选项啊，不能够反驳你的成果，所以你不能要避免挥霍浪费啊，这个逻辑也不通啊，所以说呢这个句意其实就能够看出来了啊，所以这道题呢我们选 B。 我们来看第十八个这个啊词根，十八个词根呢，哎像 d u c 啊 d u c t 它表明是一种 lead 啊方向的这么一种意思，啊你像这个词根啊，大家刚才也讲过了啊 s e 表明离去的一个意思，啊所以 seduce 呢是表明一种哎让你离开到哪哪哪去，是不是一种诱惑的一种感觉呀、啊？啊你本来站站在这儿，我啊。 让你离开到哪儿哪儿去，是一种诱惑的一种意思。所以，我们来看这样一道例题啊，给大家一些时间，大家先自己思考一下啊。这道题的话呢，哎，大家看啊，这个因为是有一个哎 but 来取反啊，作为一种啊艺术的形式，严肃的一种形式，它赢得了哎一种权利。 所以说前面呢，它是一种正向的评价。那么第二个空呢，它 but 取反之后呢，应该填一种，哎，负向的一种啊，一种一种一种含义。所以说，其实从它的感情色彩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哎，我们应该选 A 选项啊。但是它疏远了，啊，这个爵士乐的大众的观众，因同时呢，它作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，赢得了它的地位和权利，啊，所以说呢。 第一个空当然也好推了，哎，它既有好也有不好，所以是一种，哎，混杂的这么一种啊，一种一种遗产啊，它的遗产呢是很很复杂的，啊，你像 B 呢，它啊，它诱它,它这个诱惑了观众，啊，它这个提炼了观众，它取悦了观众，甚至说 aggrandize 啊，它扩大了观众，是不是都跟这个 but 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呀？ 啊，所以说 B C D E 其实我们很好排除啊，这道题难度一般。我们来看第十九个这个词根啊，E D 表明是 eat 啊，这个很简单啊。你像，哎，G R E 单词当中出现过这样一个词 edible 啊，就是可以食用的，可以吃的啊，就加一个后缀表明是形容词，大家记住就可以了啊。这个词我要重点讲一讲这个词根啊。 我们来看第二十二、啊、第二十个词根啊，这个 e q u 表明 equal 这个词根呢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举的例子呢是非常的多的，啊，首先我们来看这个，啊 a d 这个前缀呢是表明是一种 to 的这个意思啊，所以说到达一种平等的状态，是不是一种使充足啊，使充分的这么一种意思呀？所以说呢，inadequate 的取反就是不充足、不充分，而 下面这个词啊，这个 V A L 呢就相当于 value，同样的价值，同等的价值，所以就是一种等价的这么一种意思。而这个词底下这个啊，这个 V O C 就相当于 voice，声音，就是大家都在发声。比如讨论的时候，本来应该是你说完了我再说，结果咱俩同时在说一件事儿，其他人是不是觉得就是不知道该听谁的了？所以说 equivocate 就是模棱两可的这么一种意思。 啊，下面这个词，这个啊，a e a n i m 呢，表明是，哎、呃，一种，哎、呃，心神的这么一种意思。所以加一个前缀啊，equanimity，表明呢它是，哎、呃，平和的一种心态啊，因为它这个 e q u a l 这个前缀在这里。下面这个两个词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来啊，equality 和 equality，前面呢是表明一种公平，比如说你像。 这个啊，我们获取这个啊高考的这个分数呢，是这个程序是一样的，都要通过一张试卷来考察我们的能力，啊，不会说通过我作弊或者说我去买通这个阅卷老师，我比你高了二十分，我就上了北大了，你就没有上北大，啊，这是 equality 表达的含义，而后边这个 equality 呢，它是一种平等，它更强调的是一种结果上的一种。 比较啊，比如说高考，啊，因为你呢家庭贫困，所以说呢额外给你加了二十分，最后呢咱们两个呢高考分数一样，都去了北大，这是 equality 所要表达的内容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两个词要区分一下。在数学当中呢这个词缀也很有用啊，比如说咱们数学当中遇到的词 equation，它是哎等式的意思，你像这个词呢。 它是等腰三角形的意思啊，后边这是腰啊，这个腰是相等的等腰三角形。在地理上呢，这个词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啊，是赤道的意思，就是把地球平分成两半儿，就是赤道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啊三空题这个例题啊，有一些难度，大家思考一下啊。这道题其实呢，我们可以先做第二空和第三空啊，第二空、第三空之间有一个 and。 暗的表明呢，这两个它是一种联动取同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来看啊，第二空、第三空哪儿体现出了联动取同呢？啊，是不是这个 E 和 G 啊，都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含义啊？就是说，哎，深入的了解他的绘画，让我们觉得啊，模棱两可了啊。你像这个 D 四 D 这个忧郁啊，F 精巧啊，像 H 这个不够乐观自信。 i 的这个更加的愤世嫉俗啊，都不构成联动取同，所以说呢，这道题 E 和 G 啊，我们首先选出来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啊第一空呢它有 but，所以说呢我们把第二空把它取反之后，哎，是不是就得到了这个 A 选项啊？就是说，哎，希望我们我们希望能够。 找到一种确定的一种评价，但是我们对它深入了解之后呢，我们反而模棱两可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取反我们选 B，啊，就是希望得到确定，但是深入了解之后模棱两可。像 A 呢，它是流行的；C 呢，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在这个 GRE 当中，通常作为客观公正的来解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。我们来看这个这个。 再看这个词根啊，啊，e v 表明是时间啊年代。啊，这个前缀大家很都都记住啊，long 这个长，就表明一种，哎，寿命就是能你能活多长啊，啊，long，longevity，啊，你像这个 medieval，啊，这个前缀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中间的意思，所以这个词就是中世纪的意思。 像第三个词呢，哎，是这个前缀啊，最初的意思 p r i m i、呃、a l 啊，就是最初、最原始的啊，就跟这个啊，一会儿咱们做题会看到它的一个同义词。你像这个词，它的前缀呢，就是哎，co，表明是共同的啊，就是共同的年代啊，共同的年代。啊，我们再看这道填空例题。 给大家一些时间，大家先自己思考一下啊。这道题的话呢，我们先从，哎，先做第二个空啊，比较比较容易啊。第二个空呢，它有一个 in that 表明是一种曲同啊，原因上的曲同，因为什么什么，哎，因为这个古代的生物并没有在头上有一颗牙齿。其实这道题常识是不是就可以推断了？你现在的这个鸟。 头上有没有牙齿啊？没有，所以说古代的生物和现在的这个鸟啊，这两个对比，它是不是应该是一致的呀？啊，所以说你像啊，这道题我们保留 B 和 C 啊，就是没有改变方向。你像 A 啊，这个遮盖了，使暗淡无光了，有区别，是不是？ 都改变方向了，这个方向是不是错了啊？所以说呢，A、四 D 和 E 我们先排除啊，我们来看 B 和 C 啊。这个题啊，第一个空是不是就很好做了？哎、啊、，Ancient 是不是就对过去了？哎、啊，所以说这个 B 啊，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了。哎、啊，一种很独特的鸟。 独特，它体现出是古代了吗？啊，古代不一定是独特的啊，所以说呢，最最后这道题我们选 C。这道题的话呢，它有三个时间的对比啊。这道题的难点是在三个时间对比。我我带着大家找一下，第一个呢是，哎，古代的生物，还有一种呢是更早的鸟，第三个呢就是，哎，现在的这个，现在这个鸟啊，基本上我写一写啊，最早的是。 Uh, a n c i e n t 然后呢，是，e a r l i e r 然后是 today，啊，这三个时间段，啊，我们如果用这个有没有牙齿来看啊，古代和现在呢都是没有牙齿，那么 earlier 呢，它是不是？ 哎，有牙齿啊，所以这道题呢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三段时间对比。